港片中常需要演员上山下海、飞檐走壁，做一些危险的演出动作。不过尽管危险，很多香港男星仍旧是亲自上阵，不假替身。像是吴彦祖以及谢霆锋都是这样的敬业演员。殡仪馆个天台，哇，三楼跳落去，真系，系啊系啊，要咁啦，要睇到你样好清楚嘅。香港影星吴彦祖豁出去，从三层楼高往车速极快的高架桥一跃而下。为了新片搏命演出，爆破戏、枪战全都亲自上阵。而香港影星谢霆锋也是拼命三郎的代表人物。电影《逆战》中的跳楼场景，谢霆锋从八层楼高的窗户往外跳，惊险一瞬间。那个位置本来就很窄，如果手稍微抛开，手就会马上断。克服心中的恐惧，谢霆锋一次就完成高难度动作，不用替身豁出去。谢霆锋有自己的坚持，是很开心成功了这个那么危险的动作。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，谢霆锋在心里面还有这一团火。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，在香港的动作电影中看见了这些成功港星的坚持。清唐人亚洲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。